也好可爱啊，樱花白露落两排，今朝至少后面那个边角我看出来他不是韩斗本人，但是很像哦，模仿者哦，而且是被官方公认的哦。Hello， 我是菲菲。在视频开始之前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是否幻想过自己如果有张明星脸那该多好啊？如果你们没有没关系，别人有啊。我们今天就看看素人长得像明星是不是长得那么像呢，可否当陆小姐，林心如，我的名字叫陆如萍。是你，现在来个林心如，这是姐妹吧？不过还是很像的，虽然说有点怪怪的，但是当替身还是很可以的哦。现在有点像，哎，她笑起来真是天真浪漫，很像佟丽娅。真的没有想到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，就是能长这么像，该不是失散的姐妹吧？何为相思？不深，不聊，不打扰。可否具体？爱过，恨过。伤心过，可否再具体？曾经爱过。我乍一眼以为是刘亦菲，真的，我第一反应看出来就是我们的天仙妹妹。但是真的不是，看久了还是有点点区别的。毕竟刘亦菲的美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模仿的哦。我知道像谁了。有一点点相似，是不是？迪丽热巴、潘迪，哎，说到这个，你们看，你是我的荣耀了吗？哎呦，真是甜到不行啊！我做梦都是能梦到他们那种甜蜜蜜的感觉哦，太甜了，齁甜的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戒不掉你，想戒不掉。真的太美了吧！漫长的距离，我用思念来代替。这个确定不是 IU 本人吗？确定不是他吗？啊，我感觉就是，虽然说他不是。陆管、易烊千玺、黄子婵、马天宇、王俊凯，绝了！我操！还有这个权志龙，你看他也听不到我声音的权志龙，绝了！还是自己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二伯。花太阳不和你，我对你的思念写进了纸和笔。这真是无人能敌的山寨仿冒组合。今天哪个素人长得特别像明星呢？你们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明天视频还有一天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